说养阿拉斯加的人啊，上辈子都是折翼的天使，我上辈子是被腿冻断掉的天使。今天早上6点，外面零下4度，我忘了换鞋了，我就穿了一双这个鞋就出来了，我好冷啊！上辈子我就是被冻死的大天使。想要带你去浪漫的，你飞起来，老师。想要算了，去网吧偷耳机吧，老师。要么你在家撕枕头吧，那撕枕头也行。你想干啥干啥。MC 洗完澡抖腿摇，再摇一摇，收摇。太鸡巴惨了，你冷吗你？别动，这震动的频率有点大。等一下就洗好了啊，给你吹一吹就走了。你那腿抖的。正吃饭的时候，怎么有两条狗在这偷窥正吃饭？张龙赵虎，在，把这两条狗子给我带走。唐宋年间，奥狗子因为打扰秦始皇，偷窥秦始皇吃饭，被打入天牢，最后死在了牢里面。那大狗子呢？大狗子因为太肥，死在了运输的路上。他还要反抗，反抗。他妈逼又在拆东西！你妈逼，你以为？我躺在床上，你以为我死掉了是吧？我虽然睡着了，我眼睛睁着呢，你知道吗？我死不瞑目，我盯着你，死不瞑目，你能懂吗？老师，踩的狗窝踩成啥样子了？